蛋蛋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去里面看看好了。没有。对，进去里面找鸡蛋。好。好，我们把钱去里面找看看有没有鸡蛋吧。爷爷说今天有生的样子哦，去找看看。抱抱抱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抱你，因为里面很窄，所以我先跟姐姐进去，我待会再让你进去。没有哎、欸。有吗？没有。爷爷说桶子有一个。你找看看，哪里有一颗？哪里？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我都看不到鸡蛋呢、欸。在哪里有鸡蛋呢、啊？我看了。好吧，请你去那边看一下角落，角落看一下。有吗？我看到家了。哪里？哦，在这里啊，已经被捡出来了。弟弟在那里，你可以去捡了。我还有呢。可是上面有虫虫。啊？上面有虫虫。哦，在这里的。你要等一下才有，晚一点才有。哦，要晚一点才有，知道吗？手要洗洗的。我都没有了。好，那待会有生的时候，我再让你进来捡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找小鸡鸡生出来给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在这里等，等鸡鸡生，好不好？我也等。啊，好，那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哦。